激进党秘书长吴兴岱前年参选立委时，在脸书粉专发文，指馆长陈之翰是黑道，馆长硬起来提告求偿，一审败诉后又上诉。吴兴岱他是议员呢，果然有民进党造的哦，法院都大家开的，就是不一样。他说我整个公司都黑道，昨天我是上诉嘛，输了嘛。其实我一审输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观众群说，你看哦，馆长花钱做个社会实验，我再上诉一次，我也不会赢啊。士林地方法院认为陈之翰曾上电视说一度加入竹联帮，认提告无理判败诉，上诉依旧被认为吴兴岱脸书的内容属于可受公平之事，又被驳回，双方官司攻防。吴兴岱十二号po文回应，吴兴岱配上吃意大利面的照片，po文表示陈之翰连署我两次，早上记者问我，我才想起来，看起来相当惬意。馆长陈之翰近期风波不断，除了上诉失败，当初豪砸1.5亿盖健身房插旗台中，2019年筹备阶段就曾遭到威胁，甚至遭近身枪击，疑似也与此有关。如今健身房被小货车冲撞，同一天不满吴兴岱自称自己是黑道，份额提高上诉遭驳回，讨公道不成，争议又添一件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